他们到处找我，从克什米尔沿那恒河东南，在烈日下风雨中，穿过乡野村庄，出入河曲和山阿。然后他们分取两个方向，一支渡过伊洛瓦底江，西航向东，渡过萨尔温江和湄公河，在寺庙前、宝塔后，到处搜索。另外一支跨越印度半岛，绕回烽火里的阿富汗，忍耐着饥饿、疲劳和错误。于是，他们进入古老的加利利。当他们托钵走进古老的加利利，准备顺路探访幼年耶稣的故居，忽然，石桥那边轰隆一声，是恐怖分子引发报复的炸弹。这对他们太离奇了，血腥和暴力，这个从来不见于他们的荆棘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当时东行那一支正好也到了高句丽。马催泪弹里，鸽子纷纷飞起，武装部队包围之下，只见一个青年学生郊游向自己，并且点火大呼一声跳下，曳着浓烟烈焰。和尚大批出动，在广场上轮流演讲。然则他们出加利利，识当年东方三博士的旧路，在双路里黑夜中找不到那颗星。他们恭敬地坐在车上，不太交谈，兼程到海边买粥，沿另一则神话故事到岸。啊，欧洲举目都是无花果，哪里去找我？夜里他们分头静坐，旅社外虚无的巴尔干半岛在喧闹，葡萄酒流注如鲜血。他们开会决定先行北上到寒带试试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当时另一只已经在东京转机，飞越了太平洋，又过境北美洲，进入了想起来有点可能的墨西哥。他们换穿下部皇家沙，雇了一辆驴车，探访无数个小镇，人们径自弹着吉他，重复唱那安达卢西亚。海风吹打他们寻觅的眼，这样一路经过许多小小狭长的国度，天上偶尔出现几架直升机，切切切切碎了安达卢西亚。幸好他们这一支只到波罗的海就商量回头，虽然不免在黑森林里迷了路，总算开春以前徐徐走到摩洛哥。他们席地沮丧，不知道下一站哪里是好。向东是意大利，阿门；向西是西班牙，阿门。教堂中处处彻响，哪里找得到我？非洲，说不定我们转世的法王住在非洲刚果。密宗黑教小喇嘛。他们起身拍拍灰尘，当下决定后船渡海，船夫直布罗陀。这一天他们走了100多里，心悬遥远的刚果，
他们听到毛驴的蹄声在地平线外回响，吉他多情地伴随着他们，伴随着。有人在无花果树下悠悠歌唱，安达卢西亚。吉他多情地划过干燥的平原，跟我来，跟我到安达卢西亚。他们从岔路走出去，百合花开遍了金黄的山岗和丘陵，麻雀抢飞起落，地鼠在旱田里奔窜。我轻轻呼道，对着风，我在格拉纳达，将那些前世未了的信物带来，我的金冠、法杖、念珠、袈裟，带来格拉纳达、安达卢西亚。这时，另外那一只已经绕过智利的南端，他们也听到了我的惊呼。我在格拉纳达，他们左右看看，格拉纳达，啊，安达卢西亚，来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到安达卢西亚，找我，找我，在遥远的格拉纳达。让我们歌颂永恒的格拉纳达，一朵金花开在安达卢西亚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到安达卢西亚，找我，找我，在遥远的格拉纳达。让我们赞美无穷的格拉纳达，一首新歌唱老了安达卢西亚。安达卢西亚，一首新歌唱到了安达卢西亚。